出去玩，脑袋会跟着所见不一样的事情一直动不停。独特美食，独门生意，独一的民风，独家的旋律，面包大的跟枕头一样大，洗得澡，活脱人肉 live show， 一把古风手，开启了手风琴博物馆，这都是我们的见证。物换星移，十年一变，老友重逢，感情不变。从以前到现在，这里景色不依旧，人事也全非，唯一不变的，这里是中国最西的一个点，天天变，年年变，好吃好玩新西点。Watch out！ 阿达，你这叫我怎么了呢？我们现在感受到很大的危险。为什么？难不成是因为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很模糊吗？说的对，我们在右手边，只要再过个几百公尺，我们就要出国到哈萨克斯坦了。我们现在在的这种地方就叫做口岸。哇，直接是国与国的边境，新疆直接过去就是哈萨克斯坦。对，哈萨克斯坦，全世界最大的内陆国，东南边与中国接壤。2010，中国政府批准的经济特区就是这霍尔果斯口岸啦。因为只要走过去就是哈萨克了，再过去就是欧洲。这条国际商贸路线，丝路走了几千年，还是黄金路线。那可是我们在这个口岸又有什么好玩的呢？哦，口岸可好玩嘞！你要想看这口岸这个地方，这两国的交境，就会有很多的商业行为啊，像我们后面这个霍尔果斯口岸国际商贸中心，在这个地方呢，你现在看到这个建筑是很大，其实以前不是这样。数年前，艾完克的前身，也就是在中国的故事，曾经到访过这里啦。当时的口岸都是露天市集，交流的都是中哈二三国的民生用品百货居多，吸引了很多爱淘宝的人前来朝圣。时至今日，因为政策，露天市集都规划成了商贸大楼，但是好东西不减反增哦，所以爱玩客来这里就要带你一起瞧瞧有什么爱玩价值啦。哇，都是巧克力耶，这里好多巧克力啊。是啊，这巧克力各个国家都有。我给我们介绍一下，这有哪些不同国家？你看，这是那个俄罗斯的巧克力啊，它是五个大金奖的。五个金奖？那还有哪里各国家嘞？这种是哈萨克斯坦的。怎么看呢？它上面就有写哈萨克斯坦。所以哈萨克斯坦就是这样拼的。但是我们大老远跑来这里，我们不要在外面还买得到，那就糗了嘛。这是不是只有在这边买得到？这个货现在只有在我们这个口岸能买得上。为什么？因为像按照咱们国家的话，就是说这所有进商场的货和进商店的货都必须有中文标识，像这国外食品啊。但是基于我们这一小块，就是我们这口岸，我们这口岸比较特殊一点嘛，这小额贸易嘛，然后就说给我们放宽政策，我们可以买这些。直接可以卖进口的食品。只有在口岸才有这样的政策，因为所有的商品依照政府规定应该要有中文的标识，但是口岸是个特殊的地方，对，所以就允许这样的小额贸易可以吃到啊，这样就是原装进口了嘛。罗姐，那你有没有东西给我们给我们试试啊？当然有呀，这里有。那这是哪一国的？这是乌克兰的。乌克兰的巧克力，女生很漂亮，巧克力应该不简单。是你来尝一下，这里面是加果仁的。果仁的，罗姐这么大方啊，一人一条啊。哇，你看它好漂亮哦。咦呼，好香哦。有加牛奶吗？有加牛奶的感觉。里面我牛奶吃不出来了。果仁啊，榛子，纯的那种巧克力，榛果巧克力啊。这种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巧克力在我们这走得非常好，走得比较纯的啊。至于为什么我们能够开得这么坦荡荡无惧呢？那是因为导演说他要付钱。对，味道连听都很好听。现在既然要吃到他们的巧克力，有不同的味道。不是正规巧克力的味道，它有加什么东西吗？这是他们比较纯一点的可可脂，用量比较纯一点的巧克力，带一点点微微的苦味。这里面它有一点苦味，但是还也不会说不甜，很特别的口感。这里面应该没有加任何东西，就是纯巧克力嘛。纯巧克力，纯它的味道，和你原来吃的巧克力肯定是不一样。哎呦，有一点。很难体会。但是味道好极了，味道好极，难怪它走得特别好，因为大家都找不出它像什么味道。它其实不是苦啊，就是啊，它是干啊，干，它不是甜。
它含在嘴里，体会它香醇的榛果颗粒和柔柔的可可触感，难怪这货走得超快。你猜了多少钱？只要20元人民币。哎，罗姐，再来一片。要吃俄罗斯巧克力，这个非常有特色。我们叫它叫的是娃娃巧。娃娃巧，一个胖乎乎的一个娃娃，这就是俄罗斯套娃，很像那个。是呀。来试图解读一下15%什么东西？这是六。这个是。这个含量15%的可可。可可粉含量15%。啊，喝了这个你们就真是大饱口福了。真的吗？这个因为价位嘛比较高嘛，所以一般人买。好了，那边吃边说了，这个价位你们这边定价是多少？这一块是80块钱。哇塞，80块！哎，等一下，先别破坏它，我们先看原本的形状。来，你先拿这个，来打开看一下。一格一格。哇，这看起来像巧克力砖嘛。光闻就好像。好浓哦。浓浓的巧克力味。这感觉很有深度哦，这个巧克力。果香，它又有一个特别的果香味存在。这真的是贵的巧克力。怎么吃出它贵的？因为它的那个香味很有层次。它有点木头的味道，很奇怪。木头的味道。很像森林里面那种。森林里面分多精吗？湿湿的、湿湿潮湿的那种木头的香味，很香，很特别。俄罗斯的滑树林的味道是吧？俄罗斯什么？俄罗斯滑树林的味道。滑树林的味道是？我不知道滑树林是什么。它有大概有4种层次，一进去一直到结束会变4种味道。看这出名的老牌俄罗斯红色十月阿伦卡小男孩图腾，就知道绝对是来这里必收的好物啦。淡淡的花树香味隐藏在黑可可纯奶香之中，安排的恰如其分。情侣吵架，夫妻冷战，这味道一下去真的就尽在不言中了。哇，伯恩，这香精油的功效也太多太奇怪了吧。美胸提升，去妊娠纹，去黑眼圈，这样的一个系列产品。哎，薰衣草 lavender， 所有精油中就属薰衣草的用途最广了啦。据了解，最佳品质的薰衣草大多生长在700至1400公尺海拔的地方，因为冬天湿冷，夏天干热，土壤的脂类成分较高，进而提升了它的药疗价值。这样，罗姐。你这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我可不认同啊。挂羊头卖狗肉，你这边卖精油，旁边卖情趣用品，这我有看到。你那个卖小女孩的那个啊，这个不拉假啊。是啊，这是薰衣草眼罩啊。薰衣草眼罩，这不是薰衣草内衣吗？这样看起来是内衣吧，是吧？卖小女孩的这个啊，这个不拉假啊。是啊，这是薰衣草眼罩啊。薰衣草眼罩，这不是薰衣草内衣吗？这样看起来是内衣吧，是吧？这是眼罩。这是几岁？两岁的小女孩，这应该还没有负担吧。戴上它能让你这个眼部哦哟长得很可爱，长得还是个情趣用品的样子。反正平常伯恩就有习惯把女生的内衣往脸上戴的习惯。这个是How do you feel? 没有感觉。你也可以闻到那种有味道，有一个拉链在上面。我刚才只是不想跟你说话，但是是真的有味道，蛮香的。就是靠近你鼻子这边的周遭，你就可以闻到味道。让我冷静一下。不行，不能太冷静哦，这样戴下去就睡着了。可戴着有点略显可爱了。真的吗？这有拉链的。真的有。这可以用多久啊，姐？这个用上一段时间，我然后把那个干花往里面全冲就可以了。薰衣草最有效的使用方式就是蒸汽吸入法，在夜晚可以帮助睡眠，还能重建身体的平衡状态哦。没错，另外薰衣草原产于地中海沿岸，借由罗马人的开疆辟土，才逐渐蔓延到欧洲、亚洲地区，在霍尔果斯口岸、中哈俄各式精品大聚集。俄罗斯娃娃、手工制品、皮件、皮草琳琅满目，来新疆邮编城
霍尔果斯总是可以让你满载而归，但爱玩客在这里有新目标，这里就有一小小撮人是我们一定要去拜访的呢。伊宁罪恶，也是俄罗斯的俄哦，他们只有三户哎，但请别小看这三户，只要是俄罗斯人应该要有的，他们一样都不少啊。吼，在这小小的店面，俄式音乐飘扬，这就是爱玩客第一个要拜访的维三之一。而且这位俄族大哥是个不折不扣的琴痴啊，他话不多，但爱用琴声跟人交流。他的音乐听起来愉快清爽，但是却有一股浅浅的忧郁夹杂其中，很容易让人听到入迷，很特别哦。自己哇、欸，大哥，你这个弹下去，是不是大家都要跳舞啊？大家都要在旁边跳舞拍手这样子。刚刚那首歌竟然是自己做的，天哪！在中俄国界正式划立以后，便有一些在中国的俄族成为了中国人。世世代代下来，有的迁徙，有的移居，有的回乡，剩下的待久了，他们也当作自己是中国人了。虽然我们跟大哥的互动就只有那么简单，但是我们的心里却很澎湃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正点啊？我是说音乐哦。刚刚还有浅浅的忧郁，现在马上就转换成欢愉了。就连亚历山大大哥也很有默契，加入我们的 party 啦！哎，哇，谢谢你，谢谢。音乐搭配上这样子的天气，在我们这个在树叶的这个影子底下，然后我们这位同学叫做什么名字？热菜，来我们中间，那我们就请这两位同学来介绍一下，为什么我们会今天在这里巧遇他们呢？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我是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的学生。你们两位都是吗？是。那这个学校是在哪里？在北京。北京，你们从北京跑到这来？没有，我们是本地人。哦，对。那今天会怎么会找到这个亚历山大大哥呢？因为我们有个作业是要搞一个专访，还有很多琴啊，然后特别复古的一个店，然后我就想，哎，这个地方还不错，肯定有很多故事。知道亚历山大大是俄罗斯族的，是知道。然后听说在伊宁是俄罗斯族，现在只有三户。然后他是现在目前其中一户，非常的珍贵。你刚刚还有没有跟亚历山大大哥问出什么故事啊？他呢，目前呢一个大计划是要开一个博物馆，然后那个博物馆他要把这里面所有的风景，还有他家里面现在藏着的那些古典、那些乐器，全都放出来做一个博物馆。在这小小店铺里的经典收藏，有的是从俄罗斯、从哈萨克，甚至是从土耳其来的；有的经过了革命，经过了二战，甚至是从某个琴痴的手上。哇塞，这些琴都很有故事哎！亚历山大的博物馆之梦正在慢慢发酵着。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未来的远景，或许是一年，或许是两年，你就会看到一个风琴的博物馆，还有各式样乐器。重点是大哥可能会在里面现场演奏。我就是很期待这个，他的博物馆里面可能会有一个演奏台，然后大家去参观这个博物馆的时候，就会看到亚历山大大哥在上面拉手风琴，这最正点就是。旅行就是要有意义嘛，除了拍照买伴手礼和尽收眼底的风景之外，感动才是无价的收获。我想亚历山大大哥让我们体会到了一种态度，人能够做一件自己认为有意义同时又能感动旁人的事，这才是轰轰烈烈啊。而接下来的维三之旅很近，就在隔壁。哎，阿达，是到了，就这里吗？俄罗斯风味列巴。对了，我们就是要吃这个列巴。
没错，你整天在那边碎碎念的就是这个理发，他想吃了好几年嘞。严格来讲，他是我的老友，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友，我对他呢怀念依依啊。好的。然后他的理发，虽然他不在，但是有传人，我带你去认识。接下来就是你们的故事。大家都知道你现在心情很澎湃，你可以分一点这种澎湃给我们。对，我还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对啊，就那个老大，你不要哭啊！对对对，你不要哭啊！你这样子我会想哭啊，眼眶泛泪了。对啊，但以前他一个人，就他一个人，因为他当光棍，没有结婚。那他的做法其实是在……哎，就地重游是触景生情啊。一百年前的革命遗孤，是一百年后因缘际会外景队的日记。日记里的美味猎巴，尝的是人情味的满满温馨。一个落地生根外地客的手艺，让很多人的来来去去而闻香停留。不像唐诗里的故人依旧在，老者早已驾鹤游去。现在新世纪的猎巴，在这同样的场景里，我们也要尝到那个人情味道。就是这了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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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啊，是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这个就是脸吧，这就是脸吧，那这个就是佳佳，这个就弗拉基米佳佳，你直接叫他佳佳，其实我接不住前面嘛，是叫佳佳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老大是充满回忆耶，啊，对，对对对对对，他永远就是眉毛塌拉下来，一副无辜的样子，就是他，他在这里发生了很多故事了，真的、哦，那你们进来哦，我这个个人的事情不影响你们哦。我很重要，就是这次做理发哦，你们来到的是标准的俄罗斯的理发的做法哦。妮娜这次换谁做了？你说儿子做的哦，这是你儿子。我妈来做形状，我来烤。哦，这次你能够把你的这个做法交给他们吗？可以。哇，谢谢哦。有没有注意到？巴黎的普通话相当标准啊，列巴就是俄罗斯族的大面包啦，是他们的主食，就像我们的面饭一样。去俄罗斯玩，如果没有吃到列巴，那等于白去俄罗斯了。现在爱玩客在道地做法来学正宗做法喽。我操，今天我们的列巴要跟大家不一样，我们要跟巴黎一起完成今天的列巴。好，那我们来分工合作一下。好。哎，我的力气比较大，好，我来跟他一起揉面。好，那你待会就负责烤。好，我去烤，你来揉面。Go， 把力，给我一点点地方，我帮你压一下。要用多大力？你先做一下，使出你的吃奶劲儿。吃奶劲儿，压。对。哇，我的手粘住了啦。你可以稍微蘸点面粉。全部都要压到吗？对。哇。难怪你会这么壮，你每天都在这边这样子用力的跟他。现在翻过来，这样翻一次，那边翻一次，这边。这边先。四面对，随便，过来下去。哎，这万事起头难嘛，这变形成脸把前的面团，要使劲吃奶的劲儿给它揉。这重点呢，就是要把面团给揉细、揉韧、揉均匀，揉成一大包，再用温台上的热度给它发面。下一个步骤，阿达。好的，接下来烤列巴这个部分呢，就交给我啦。哎，巴黎大哥，我刚刚看到你把很多木材啊往炉子里面放，是用那个木材来烤吗？用木材来加热炉子，加热以后再把面包放进去烤。哦，所以不是用木材烤，是用木材把整个炉子炉壁变热。对，用木材加火把炉壁弄热以后，然后再把面包放进去。哦，所以不是直接用木材来烤面包，黑黑的是煤炭吗？煤炭铺在这个炉壁的地板上面是为什么？因为它这个列巴烤的，它不是在
地上烤的，它是放在空中的，就和你看到这个铁，它一根一根铁是架子，等一下放在上面，它是放在空中的。放这个煤炭是因为如果把这个下面太凉的话，它从下面的温度达不到，它就下面就不会熟。放这个煤炭，它是把这个地面加热以后，从下面温度四面八方，面包烤出来的就。所以煤炭也要铺得很平均，对对，它加热哇，所以你等一下就要生火，然后把炉壁加热了吗？对，加热。趁那一大包面团发面的空档，就要开始热炉子啦。这两样都需要时间来酝酿，是急不得的。等所有木材烧完，炉温可高达300度，到时候烤炉也就准备好喽。像你这样这么靠近火炉，会不会被烫伤啊？这里就是我有两个星期前，这是两个多星期前，这是一个星期前烫到的。烫到哪里啊？就是这个，用这个把火弄均匀的时候，这个已经变得很烫了，这一段下来，然后把它放到这里的时候弄裂吧，不小心不小心脚去碰到了，这个要小心哎。那时候穿短裤啊，很短。那个短裤烧了洞，哇，很烫的，对啊，开玩笑，真的是无情火啊！但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这垒巴的美味绝对可亲啊！而另一头的空档也不能闲着，刚发好的面团要开始做垒巴喽。而这部分的工作都由法力的妈妈亲自出手，快很准。这就是外地客能落地生根、享老饕的真功夫啦！哦呦，这样子就一定会受伤哦，所以要记得小心，手套也要戴好。没有了，他不然这辈子没有感觉那么好过。Never feel this better 吗？哎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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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烫不烫哈，都是骗人的，一下就过了。这里还是肉做的啊，范大哥，这样子。可以了吗？把它推进去一点，就是把它稍微间距要有一点间距，对，一定要看时间，两个小时，现在是1:30，一点半两到3:30就 OK 了，烤两个小时整，就是好，哇，你看好漂亮，哇，好软哦，这块给我，你把它当地毯给它，这块压下去，好有弹性哦，好热，哇，不得了，好香哦。吃一口，吃一口，给你吃。好，哇，热腾腾的。面包不像那个买的那些吃就黏黏的，它的面包也好，面包也好，原汁原味的味道。好的，就他这么一家。我们是老户，老户是吧？就在这附近住。你这太幸福了。我真的想不到。我想到昨天我们第一次在他们家遇到法力的时候，我吓个半死。他留长头发，然后又留胡子，真的很像 metal 团里面重金属摇滚的那种坏人。就没想到今天早上来看这个做裂巴的时候，没想到他出现在这个，我以为他要来帮忙开门，没想到他就是裂巴的师傅，传承者。其实他是一个态度超好的人呢，他是个非常孝顺的孩子。对啊，对我们很友善。现在主要是看着自己的母亲上年纪了，身体也快不行了，所以我趁我年轻能帮忙，我就尽量去帮。好感动哦，孝顺的，很棒。有一次我妈病得很厉害，然后我就过来在这里给她帮忙。那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。那是你第一次帮忙？那是第一次，在我16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初中，刚到初中。在那之前我是对这个烤裂巴没兴趣，但是自从帮完妈妈以后，我看了怎么说，首先她也身体快不行了，已经快60的人了，然后再加上这个毕竟是传统，我们的就是很多年前传下来的一种烤，但是毕竟人也要吃饭的，我要是不工作不上班，最起码我这一点技术我还能可以用这个技术去维生，就是自己去我真的不得不佩服法力的中文说得真好，他简直就该在俄罗斯教中文也不为过。我也不能不佩服法力的孝顺，他凸显了亲人跟家庭的重要，尤其是在这里的异乡客，就这么一小小撮人，什么都可以失去，但家人一定要在一起啊。这可不可以啊？颜色看起来很漂亮。不管了，我法力大哥到底好了没啊？两个小时了，时间到了没有？时间到了，
到了，可以吧？那就两个小时了，可以出炉了。哦，现在拿一个看一下。哦，高高作业的，闻一闻，味道怎么样？好香哦！你找一下这里面哪一个是你们两个揉的？找不出来，都被妈妈揉过了。可以找出来，仔细看。真的假的？嗯。看颜色吗？这个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看。哦，看这个。对，这就是没有揉好的。这都是没有揉好的，以后它就这样。哦，哎，新鲜的面包出炉，哎，这我真的没有看过，哎。野巴，大爷，这野巴到底口味怎么样？说一下。好嫩，怎么个烤法？好嫩，有点原汁原味的那种。面包不像那个买的那一吃就黏黏糊糊，它的面包也好，野巴也好，嗯，原汁原味的味道。大哥，就他这么一家。我们是老户，老户是吧？嗯，就在这附近。人家这是不干什么？您这太幸福了。嗯。他一底下有几户做这野巴的？打的好的就是他这一户。哎。他成功了。成功。对。哦。你看里面哇。哇，你看好漂亮！哇，好软哦！这个牛，你把它递它给它，这块压下去。哦，好有弹性哦！好嫩！哇，不得了，香！吃一口，吃一口，给你吃。好！哇，热腾腾的，我要先吃脆的地方。你那个吗？它这个热气好。哇，它一扑鼻而来，香味。我刚一吃下去，唾液整个是疯狂分泌出来，旁边会一直流口水。对啊，哦，好有嚼劲哦。它这个里面，它的内馅非常的松软，吃起来那个香味实在是不得了。你说老大等十年就是等这位。老大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确定你准备好了？我准备好了。你等这东西等多久了？等了要十年。十年了。哇，会挑哦。哦。感觉回来没有？你跟佳佳的感情，佳佳，对，你人伯乐君，佳佳就是烤这种面包，给你吃。哇塞，真的好感人哦！我去台湾就从来没有再吃过到了。听一下这声音，你们很棒，外面好吃，外面好好吃。你们认识了板栗，嗯，你们跟他成了好朋友，板栗谢谢你，谢谢，这么好的面包。把自己留下。以后你们如果需要，我可以快递到台湾。哦哟！正如老大所说的，踏进列巴店，乐趣就来了。闭上眼，深深的吸一大口气，用你的鼻子吸列巴列巴。这传统大面包的香氛、新鲜和温暖，顶古老、顶开胃，令人食指大动。中国新疆伊宁唯一二足列巴店也跟您招手，好吃香啊！弗朗基米佳佳，虽然我们没有见到你，但我们一样吃到了好吃的味道，谢谢。怎么样？好久不见。哦，我这次又带两个新朋友，那这个叫做阿达。阿达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这个叫伯恩，我是伯恩，哎，伯恩你好，没错，欢迎你们来这边。新庙可以做俄罗斯最好的瓜巴斯，哇，苏泊汤，苏泊汤，对，那你教他们吧。好，我开始，谢谢，你教他们，新徒弟，李勇，师傅，师傅，要教我们做苏泊汤了吗？师傅，啊，我们开始，现在开始把切把这个晾好呗。这个什么什么说，我们说的是晾好呗。高丽菜刨丝，哦，这么大的，我吓我一跳。切全部切完吗？全部切，这个是真大面。哦，那我来切看看。Samuel 大哥是这庄园里最会料理的高手，看到了没？大盘大盘的配料摆满桌，有高丽菜、青椒、洋葱、胡萝卜，还有番茄加土豆。这料多味美的苏泊汤。分量够大，难怪能一次性满足全家族的胃，万事皆具备，只欠东风来炒肉喽！哇，爆香洋葱，这洋葱已经在这爆香了，要炒牛肉，
哇，这牛肉太大块了吧！哇塞，每一块都这么大，料好实在哦。哦，现在这是用煎的还是用炸的，我已经搞不太出来了。Oh my god！老外，好香啊！呜呼，你有吃过炒过这么多牛肉吗？没有。哇，那个番茄的味道出来了，再一次。Oh, 穿一穿几刀了？好，速度慢就是。哦，汤很甜呢，好甘甜的汤哦。热空气打进去，热空气打进去。你打进去无所谓，你刚刚一直打头一个，你可不可以有阶段的打，认真一点好不好？我说热空气打下去，热空气打下去。哇，这牛肉太大块了吧！哇塞，每一块都这么大，料好实在哦。哦，现在这是用煎的还是用炸的？我已经搞不太出来了。Oh my god！ 老外，好香啊！呜呼，你有吃过炒过这么多牛肉吗？没有。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尽管大火翻炒吧，利用高温快速将牛肉外皮烫熟，肉汁紧紧锁在里面，密不透风，这一过招牛肉升华喽。大哥，现在这个大概是几分熟了？这个烧干了以后，还有就是那个一起火，一起熟。现在肉不要太熟，因为其他东西加起来再一起熟。好，现在搓一搓，搓完把这个搓够。我们来检查一下大概多熟。五分，七分，五分。肉，肉更肉。好香的肉。Oh man， 肉香是救命啊！神秘大哥说千万忍住，因为更厉害的侦察要登场了。哎，这是大番茄，这么大一颗。现在切的这个呢，非常的多汁哎。Oh man， what you looking for？ 非常非常多汁，甜甜。请问一下，这个番茄大概要用多少？这么大的番茄大概三个就够了，三个就够了，番茄要三个，所以也是要这一锅都要切嘛。又大又圆的番茄，多汁口感，单汁就足以让人上甜嘞。想要学做苏婆汤，这味绝对不可少啊。现在已经接近是全熟了，所以就说好，很好很好。俄罗斯人吃肉都要吃这么大块啊！啊，苏泊汤就是这么大一点的块，苏泊汤就是要这么大一块肉啊，过瘾呢。好，那这边差不多了，好，咱们再去这边，拿一个，咱们准备。哇，快，回来就好了。好了，这个是辣椒，辣椒，辣椒。这里有几种不同的椒，就是两个，一个红颜色的，一个绿颜色，红椒跟青椒啊。哦，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，我以为它的椒是圆圆的椒。嗯，这种的应该还是有点辣度的。这也是有点辣的辣椒啊，这个是辣的，这个是不太辣的青辣椒。哦，哎，这青辣椒不得了啊，一压下去整锅肉香百转千回啊。与其说苏泊汤是汤，汤配角，菜和肉才是主角啦。哇，那个番茄的味道出来了，再一次。Oh man！ 哦，这滚汤翻腾，香气四溢，加入大量番茄后，滋味酸酸甜甜，颜色红红浓浓，只要一少少的盐提味，整个味道超鲜美。最后加上大把大把的高丽菜，增加层次口感，也增加风味啊！最重要的是，土豆还是看这锅汤熟了没的重要关键。啊，熟了嘛就是。哦，汤很甜呢，好甘甜的汤哦。好，我们最重要的，我们看一下牛肉。Oh man， 这一块 man。哦，甜。哦，虽然它很肥，太好吃了，大块肉，太好吃哦。哇，好有嚼劲哦！我喜欢，肥的比较软的，我要挑肥的吃。没有，瘦肉也变软了。
Oh man！ 亲自学做俄罗斯苏婆汤，才知道这真的是好汤啊！炖越久，汤就越浓越香。感谢庄园厨神 Samuel 大哥的教导喽。同是一锅汤，这汤最伟大。家族维系情感都靠它，小至家庭间的敦亲睦邻，大至种族间的融合交流，能办到的就只有苏婆汤。喝上一口，我感觉到身上也注入一些俄罗斯族血液了。小小的宅院里，少少的几户人家，比汤还浓的是亲人的感情。眼前的少女曾留在时光机里的可爱笑容，十年后再来一张都转大人喽。哇俏三立都会台哇俏哦，快了快了，就快要变成俄罗斯人了，还差一小步了。这么爽哦。没错，这俄族公共澡堂洗斑浴爽在哪，我们来 check 一下。我现在呢是在做这个淋浴的动作，这不是洗澡哦，是先用干净的水把身体上的表面的脏污先清洗一遍，然后再进去下一个房间。这下一个房间究竟会有什么呢？谁也不知道。哇瞧 ，maybe。热吗？热吗？烫的，烫的，烫！石头是高温，石头是烫的。安德烈大爷，这个石头啊，都是怎么加热的？怎么让它这么烫？他们的炉子有。啊，那边呢、啊，在这个房间的对面有一个炉子，它这边在封上一个铁，然后那个炉子就会传热过来，然后就会把石头都加热了。嗯，对。啊，那接下来怎么办呢？接下来我们怎么做？我们现在。我想在这个水池上撒，撒满这房子热，撒上水才会热。啊，好香啊！香，好香啊！洗斑涅，俄语就是桑拿的意思，号称酷寒气候中的暖流，当之无愧，让长期生活在寒冷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抗寒、排毒又保健呢。我肚子还更热了，哦，屁股屁股。给我一下！啊，那怎么直接开始打了？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！哦，热气都保持天的，都热热就出来了。哦，热气打在身上，身上的这个病就都跑出来了。大力，大力啊！这好像小时候在学校被打一样。这太少了吧！真的，你跟我妈比起来，你是哦，没看。疗程完毕了。哇，你最近也辛苦了。你刚刚聊过了。哎，浓浓的酒味，好香啊！这个混醉啊，也香。喂，啊啊啊！哎，这下好好好，下面三温暖，呼了呼了，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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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快点，哎，你是酒鬼啊！哇，酒池肉林，哎，这太棒了！干嘛？不行，不需要要单，热气都上头来了。刚才安德烈大哥告诉我们了，我们打的时候不能这样打。热空气都往上跑，所以我们要从上往下打，把热空气打上去。而且打的时候呢，不是这样打一下粘起来抽一下，不行这样子，要把这打一下叼住，因为这树叶跟木头都是有疗效的，这样子叼住，它的药效才会渗进去。有没有看到热空气打进去，热空气打进去，你打进去无所谓，你刚才打头一个，你可以有阶段的打，平均一点好不好？热空气。扔进去，你这样打不对了。他走了，来换个位置。一系列一次性的告诉你。你在看哪？加热嘛，他加热。好，来，来哪里痛？背背背背，转过来。安德烈大哥，你要闪一点了，我这出手可能。啊，没关系。Oh, your mother is good。热空气，啊，这，
怎么样？敢如何？打你打、啊，你就用力点打，没吃饭呐、啊？没吃饭是不是啊？用力点没吃饭。看你蛮有力的，出手力道这么小。要来啦，向天星。哦，他拍到朱砂有没有懂？背都还是白的，你好好打。来，安德烈大哥，这样够大力吗？我没，没打过这么大力的。我前面的疗效也够了，我觉得你前面不太好。来，不会啊，我这韵味不是不好。来，下，疗效，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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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样子啊。给我一点痛楚好不好？这什么嘛？这算什么嘛？这哪？你跟我妈比起来，你这是哦，没看。疗程完毕了。哇，你最近也辛苦了。你刚刚聊过了。就是这花束捆，大力拍打下散发的精油，让恶族人皮肤 Q 弹又紧实。偷偷告诉你，这一拍橘皮都给刨光了，散发出的香气更能提神醒脑，难怪恶族人每个礼拜都要来这拍一下，通体舒畅啊！浓浓的酒味，好香啊！这个会醉啊，酒不醉人自醉。香得很，不行，香得很。好久，来，大哥喝一点吧，喝点。man 好 man 好 man 世界最 man 哦，干杯干杯，才管的，哇喝不停，身体热，外面热，好舒服啊，哦，浑身是劲啊，一下。喂！啊！啤酒浴哦！哇，啤酒浴好性感，来试看。换我，试看。啊！哦，身上都是酒香。弄完了要喝。啊！可以喝啊！哎，这现在好，现在变三温暖了。忽冷忽冷。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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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，快点！你是酒鬼啊！哇，酒池肉林，哎，这甜的。酒池肉林竟然如此健康有特色，二是桑拿洗八年，一个人来排毒保健，通体舒畅；两个人来互相拍打聊天打屁之外，还能活络筋骨保健康；三个人来话匣子一打开，保证真到满脸通红，任督二脉都开通，是我最佳休闲娱乐啊！自由发挥，尝试洗八年算是非常的成功。我拿头了啊！伯恩被打得这么惨，我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！我操！拿头了！一路往塞外走，我以为会见到的荒野沙漠，视觉却被一整片绿意盎然占满。正巧给了我们南方国度的旅人一个错觉，这里就是伊犁。故事在这里又重新轮转过，再次造访的俄罗斯大家族，人来人去，却也不变的是传统还有笑容。裂巴的背后是母子情深，浓汤的里面是家族的灵魂，情痴的音乐里那股浅浅的忧郁，唱的就是这些落地生根异乡客心里面的梦想。新疆塞外之行，浪漫多情又温馨，下趟去哪里？走，我们大草原奔驰去。 Watch out！ 哇塞，怎么样，怎么回事？哎，小朋友你怎么了？昏了？怎么样，这是什么好东西？这好东西，好东西。哎呦，这样就其实蛮好喝的。是吗？拿一点点给我喝。24个小时转，明天晚上他又磨烟了，又结了。师傅刚才的意思是说，现在做好之后，全部做好，装瓶再放一天。嗯，如果你把它打开了之后，就像香槟那样，嘣，一阵烟，你有这个气泡冲出来，那就是 OK 了。哇，师傅是这样吗？就是。我们。
What do you want?